这是一个位于 Austin 中心的 One Best Breed 公寓。进门往前走是第一个房间，面积宽敞，有三个独立的窗户，还有一面镜子，还有一个壁炉。出来旁边是一个面积很宽敞的厨房，有烤箱、抽油烟机、炉灶、洗碗机、电冰箱等等，也有自己独立的窗户。往前走是一个标准的卫生间，卫生间内也有提供暖气。厨房出来往前是第二个房间，有自己独立的衣柜、窗户。过道里还有一个衣柜。